上回借的2万块钱什么时候还？我没借过钱，您找错人了吧？周柏林留的就是这个地址，不管是不是你借的钱，今天必须把钱还上。这是借条。一次又一次，男朋友好像把我当成了他的钱包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房东又想涨价，我不想再租了。那你住哪儿啊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你不是有套房子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我现在住的这套。太好了，那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吧。可是，可是我每天都想见到你，而且我这样就能多存一笔钱了，就能早点娶你了。好吧。怎么，是前面了？柏林搬到我这里了，不太方便。呼叫呼叫，你们谁见到柏林了吗？收到请回帖。收到收到，昨天还在酒馆遇到，地址发你。那你给他装个贴贴，就像方便贴假地一样，好听也能听见，可以交护照呀。你不去上班，在这喝酒，而且你们公司的电话为什么会打到我这里来？我的工作是你介绍的，当然留的你电话。你也知道是我介绍，我托了多少人情才让你进去，这样会被开除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开除，因为我想干。你不工作哪来的钱生活啊？不是还有你吗？然而我的付出换来的却是……难得你还记得是我女婿，这就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给我的惊喜。对啊，我购物车里那么多东西，你就给我挑了一双9.9包邮的袜子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计较钱了？9.9怎么了？礼轻情意重。我找你多长时间了？走了吗？借钱干嘛要填家里的地址啊？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行了，要不是你知道房子，人家怎么那么清楚？你借钱到底干什么了？挣大钱的事儿，说了你也不。可你工资就那么多，你拿什么还啊？不是有你的吗？行，今天这钱我先替你还了，等你哪天发了工资。不是你房子都有了，你还差这点钱？才2万块钱你就跟我计较，真是越来越无耻。我付出换来的只有得寸进尺，那我又何必再继续？给礼物。哇，谢谢宝贝。这就是你送我的情人节礼物？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不是，它只有拉菲草，你是不是忘记往里放礼物了？没有啊，礼物就是这盒拉菲草，9.9包邮呢。拉菲草常见，它这么好看的可不常有啊。我这也是礼轻情意重。你能感受到的吧？我兄弟刚才说的基金还不错吧？是不错。那咱买点试试吧，这样等赚了钱以后呢，我就能给你准备一个更好的婚礼。不然光靠上班得上到哪辈子？我哪还有钱啊？供你吃供你住，刚替你还了2万块钱呢。那我把以后工资都给你不就行了？还是算了吧，就你那点工资还不够你自己花呢。哎，经理经理，算了算了，没想到你这个吃软饭的。基金这个事儿就当我没说吧。小林，我还是觉得基金能行，咱们用这房子再出一笔钱来啊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这手是什么呢？这些东西我都挂在网上卖的，我寄给你。这不我平板，这不我相机吗？这些卖掉加起来的钱差不多够还你欠我的2万。哦，还有这个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，这些都是你的行李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我住哪儿呀？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那从现在开始